哎，现在已经被挤出榜单之外。真的吗？新亚洲男神宋仲基现身中国热门实境秀，让 Angelababy 也秒变粉丝，纷纷把另一半黄晓明抛在脑后。宋仲基魅力无法挡，也成了大陆女粉丝们心目中的老公，人气和国民老公王思聪不相上下。两位国民老公 PK 下来，一个有钱，一个有颜，高高在上的他们只能作为幻想对象。王思聪国民老公的地位备受威胁，不过在最新出炉的新京城四少榜单中，他却稳居榜首。花边新闻不断，更让其他贵公子们难以望其项背。无论是吃饭还是出门，这位老公永远是美女相伴。据爆料，思聪老公28岁生日趴有150个嫩模助阵，拍一场堪比海天盛宴。王思聪身为大陆首富王健林的独子，身价更是不可同日而语，光是家族财富就是其他人的10倍有余，将近2000亿人民币。第二名的潘瑞，三四名的王硕和张亮，家产都只有100亿人民币之谱。他们共同的特色是家族都是靠经营房地产累积巨额财富。说起京城四少，你是不是就会想到王小飞？京城四少大洗牌，大 S 的老公汪小菲这回已经被挤出榜单，二点零版的四位贵公子能风光多久，也令外界格外好奇。三立新闻，以上报道。